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ry， 我们是来自 Aristo Gabon 的。在 MCO 期间，我也是想尽很多方法哈，怎样去做直播。其实我也是上过很多老师的直播啦。可是来到当我朋友介绍给我当天，我看到 MCO 老师的那个分享的时候，我觉得 MCO 老师的 structure 很好，我的 thinking process 是很乱的。所以如果有一个老师来盖着我一步一步这样子从头开始到结尾是应该怎样做的话，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流程，所以我就加入 MCJO Academy。 非常感谢 Sherry Jo， 因为他是在我们整个 team 里面、是第一位接触到 MCJO Academy 的这个平台嘛，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多，比起我们第一次傻傻不懂的随便就去开了一个直播，然后我们拿到的那一个直播的人数也是很少，我们都以为是直播就是你随便做随便开就有人进来跟你 interaction 的那一种， until 到最后原来所有的直播都需要经过一个精心策划你的流程，然后你的所有的灯光你的 setup 都要做好，看似好像没有准备的准备，所以那个准备功夫其实还蛮多的。 WTF Live 的直播跟我们自己做的直播真的是很大的分别，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background， 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 support， 只是我们这几个组员一起来组的话，组织来做是很伤脑筋的。可是在 WTF 里面哦，所有东西都设备好了，只是等他们把那个 mic plug 在我的身上，我就可以开始讲话了，而且全部背景啊 backdrop 啊全部都讲做得很好了，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最专业的，我是很想学的。你不知道原来直播准备的东西这么多的，然后你不懂是你前面筹备工作你需要做，然后你后续你还是需要处理一些东西的，比如说你可以把你这个 live 用去打广告 everything 这样子，所以在这个 academy 可以学到更完整更完善的直播的那一个方式，两个字，专业。 MCJO Academy 梦想崛起就在这里。